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哥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盘点一下那一些屁孩八加九的网络贴文语录，好不好？那么为什么我今天会有这种盘点屁孩八加九贴文语录的想法呢？就是因为我前几天呢、在我的私讯里面有收到一个小滴滴，他跟我说，他在学校呢跟同学因为打传说对决单挑还是什么的，反正就是吵架。那吵完架之后呢，对方啊就是直接po文去攻审他，去呛他，就让我想到了我以前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，只要吵架。第一件事情就是po文，po完文之后呢，就是看他的留言数很高啊，或是有几个一丘之貉的好朋友一起来按个赞啊，赞数一高，他们就觉得哇靠，我天下无敌了。照片就是一定要放自己这种，有没有类似这种，或是这种照片，然后配上他们那种加九语录。台东20岁缺战友缺追踪，他两只眼睛是看不见未来了，是不是？我记得这种发型应该是在我这个学生时期的时候流行的嘛，大概在十年前的时候吧，超帅！我跟你讲，以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，比的是什么？那个发型要帅啊，就是看谁的刘海和鬓角长，前面一定要留到超长，有没有？然后斜刘海。然后要离子烫，离子烫完之后呢，上面一定要配发根或是玉米须，真的，这是以前最屌炸天的发型。然后两个鬓角就是要在那边甩，那么走路会随风飘扬那一种啊。那为什么我这么了解呢？因为我以前也是。这个哦，这个贴文有在凶哦，干您娘！我只是po文而已啊，你是在那边叽叽喳喳的，是在叫几点的？这个就单纯文案啊，2分钟两个赞，1分钟一个赞，一个是爸爸，一个是妈妈，是不是？觉得火大，干护士可以再破一点没关系，我手在打点滴啊，你药放那么远，我是拿得到你啦，啊也不会帮忙我拿过来我这边操，别当病人好欺负好不好？要这样的话，这间医院我也是待不下去了哈，真的可以再破干一点操，就跟有些人进警察局的时候一定要po个文打个卡一样意思啊，就是我在医院吊点滴啊，吊点滴我还可以这么凶，我还可以让我的这个八九的气魄展现出来，就是让同学觉得自己够凶。够狠，够厉害，够屌，吊点滴还可以发文，真一个女生当我妹妹，妹妹头不高，要国中生，长头发、短头发都可以，靠近苗栗家私我留言都可以，这样子有2482个赞哎，好、那我知道我下一次 IG 贴文的时候我要发什么文案了啊，当老师不用这样啦，有种你再踢一次啦，这把就可能送到你的脚上，鸡巴的嘞，当老师的可以再屌一点，然后他附图放了这是什么，一把开三刀啊，这个也是在苗栗。意思欸，这个是不是就是跟上面那个跟妹妹的人是一样的，妹妹头是不是？哦，他应该可以拿这把开山刀帮那个妹妹剪头发之类的。处哪要凶啊，莫得爱照三点，拿起刀就是在捍卫自己的兄弟，然后他们手上拿的是什么玩具刀，是不是夜市买的155，是不是？头发长在我身上我要怎样留，干你屁事啊，你的面子干我屁事，我就不信这样国文老师睡觉的时候抓得到。哎、这个好想法哎，头发留成这样上课睡觉老师都不知道哎，天气好热，但是该出阵头的时候还是得出阵头，不过巧遇911洋葱也算是补偿本宝宝的辛劳了，好幸运。这个是洋葱吗？这不是瘦子吗？还有一个，我想这也是经典中的经典，自甘堕落吧，自己都无法好好爱自己，爱情我无法承受下去了，一次又一次被伤害，对不起，我就是这么自私。不是，我真的觉得这超级蠢，有够蠢的一种行为，到底为什么要在自己手上？你有种就大力给他画下去嘛，稍微弄到渗血有没有，然后就刮个三条啊，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讨拍拍哦，来到学校哦，很像不经意哦，但是又非常刻意哦，就是要让手有没有秀出来，让大家知道我他妈我有自残啊，我这边有好几条。在学生时候啊，或许会觉得哇你好勇敢，哇你敢拿美工刀割自己，可是长大之后回想他个派气。好啦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收录的八九语录以及屁孩语录，好不好？那弟弟闭嘴，闭嘴。弟弟，弟弟，我问你哦，干嘛？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弟弟，弟弟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收录的加九语录以及屁孩贴文啊。那今天影片呢也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，好不好？期待我的下一部影片啦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